嗨，姐妹，网上下单了两袋超级新鲜的龙虾尾到了，价格还不到外面点一盘炒虾尾的价格。今天晚上要做一个超级诱人的龙虾拌饭。这种龙虾尾一般都是熟的，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花冻，然后弃壳留肉。毕竟直接来一大勺虾肉，吃到嘴里的满足感真的巨爽，超级入味。这一碗调料汁我都打在字幕上了，开大火收一下汁，但是不要完全收掉，我要多留点汤汁拌大米饭。这往米饭上一浇，哎呀，干饭干饭，哇，这太爽了，超级好吃。剩下的就是我明天的午饭了，我这便当是不是很精致？好了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